蛋蛋哎，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嗯？那掉了，我在。打嗝了。趴着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打嗝啊？怎么了？哥哥呢？哥哥来了，哥哥的声音。哥哥呢？哥哥呢？哥哥在哪边？哥哥在哪边？东东，哥哥呢？哥哥在哪边？哥哥。找到哥哥了，哥哥，我帮他擦口水，没关系啊，他自己捏得好好的，他压得好紧哦。东啊，可爱的东东啊，还有可爱的彤彤，帅气的彤彤啊，可爱的东东啊，可爱的兄弟俩啊。要掉了，就掉吧，就掉吧。我要顶回去。